好，各位队友大家好，今天到货这三颗 TIGA 手刹车入门款。哦，怎么说入门款？因为它价钱非常的平价，它不用 Shimano 哦，或是赖瓦那种一颗随随便便就五六千块的。好，哦，这一颗我们均一价只要2000块。好，哦，那这颗手刹车2000块，它有的好处就是它跟 Shimano 赖瓦一样，它这手刹车它的开关都是半自动的，不用再像 Okuma 还是有些品牌，它是从前面在调手刹车的开关，它直接手刹车拉杆。压下去就开启。好，而我们有时候重鱼的时候，重大鱼线杯不小心锁太死，好，没办法出线，我们就依靠手刹车马上快速放线，快速调整我们钓竿的弧度，或者是挂底的时候非常的好用，挂底不用再手去开这个线杯去张线去抓线，好，非常的麻烦，我们手刹车开下去它就自动放线，另一只手准备抓线了。然后这一颗还有10颗培林，它是3000型的，然后它的重量，是288克，也非常的轻，收线一圈是72公分，所以收线速度也算非常的快，还一颗2000块而已。 TIGA 手刹车，有喜欢可以找到我们。